我已经是第二次这样子了，上一次我没有拍视频，这次我决定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。给你们看一下，现在肉已经煮成什么样了。哦，这方面是比较挑的，一定要很好吃。然后等一下再下去炒一下、炸一下就好了。炸肉就好了。青菜炒的比较，青菜我一般喜欢，青菜我一般喜欢吃烫的。烫的和水煮的都可以，炒的比较快。我们这边这个叫圣子，圣子汤，圣子豆腐汤。过来，既穿拖鞋过来，快点！你不要吃炸肉了吗？已经炸好了，你再不过来我就吃掉了。辣椒干碟，我喜欢吃这种辣辣的。哎呀，我一个字。